24日晚，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观众投票阶段落下帷幕。经过蜜蜂了41天日日夜夜的努力，李易峰凭借主演电视剧《麻雀陈深》一角拿下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观众投票第一名，为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，恭喜陈队长。《麻雀》2016年52成平均收视率 1.71， 最高收视率 2.52， 拿下37个收视日冠，两年来重播上百轮，是第一部播放量破百亿的谍战剧。李易峰也凭借陈深一角提升了国民度，收获各年龄层的喜爱。再次祝贺翁蕾峰峰，期待我在北京等你，与你而伟大。务必 A9937FF6604625618B 45881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